鼻，摇摇头，深呼吸，手碰地，压压手，然后再来是手交叉，一边，一边，好，然后再来是抱抱膝，哎，抱抱膝，那最后是很大力的拍大腿、小腿，就是不要让深部经脉。我们以前有一个王小姐民雄的，他们家卖兰花的，在过年后就左大腿肿起来来找我们。从过年前他还送我们兰花，送我们伯国的那个汤缸，但是过年后他就脚肿起来，应该是碰到所谓的春节。那每年的春节都有人上麻将桌一打，三天三夜不下桌，一下桌就死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血栓达到肺部栓在死亡。祝大家今年兔年行大运，给大家健康，尤其是孕妇，你要出游的话，很记得每个交流到的能够到达的很快速到达的医院或一些中心，要备好这些相关的资讯，以免到时候破水、流血、感染、发烧、阵痛、早产，那你要怎么办？要立刻到一些中心的急诊、一些中心的产房。祝大家健康。